正等着呢。啥皮肤可以领？就一开始给你那小人儿带喷着的那个，给领的。老孙可会吃兽之？龙少爷的吃，蓝开的。再点盐就是这样，你把他杀了虽然，但你经验不一定赚，你知道吧？因为兵线肯定是往回推。不过还好，他刚才他是车出来的，这样兵线不会往他那边推，他稍微补几个兵就往我这边推了。不买药吗？不买了，他反正就一个药，无所谓。先查个眼儿。两管怒这就不打了。不打了。这不能打啊，收波兵。好好收。可以。交闪。已经晚了。这在交闪。刚你不早交闪，你早点交闪是不是？这一波就属于鳄鱼上当了。你说我能顶这么多兵上去一他，是不是说明旁边有人？这就是不行，也没忍住。我故意给他一个破定，让他在这上当，他居然都上当了。这个破定是我们白给的。这波稍微小心点，这个岩雀可能会来赶客我们啊，因为他刚才上路看到这鳄鱼比较难受，先抠一下打个渡城。我右边视野不错，跑就完事了。我操了，没蓝，杀不了。哎，刚才但凡有一个抠的蓝，差五点蓝。哎呀，头痛。
三级的 Q 要40点蓝，刚才我们有35蓝。嗯，不带饼干确实蓝不够用，不带饼干再不带药瓶蓝肯定是不够用，少了150点蓝，这150点蓝我能用5亿加4个 Q， 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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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双多兰。 我不知道岩雀在不在啊。 这鳄鱼这技能给你放的，我都没掉血，他掉了半管血。 一扛小兵，二 W 甲猴，来人了。 我要交闪的话，他应该也死不了。其实我刚才想的是想跑来着，你知道吗？但我感觉我好像能反杀他，他这虚区。哎，问个问题啊，如果岩雀的这个，就是如果岩雀放。 放E技能，我不放E，他地上的刺儿会不会扎我？我不知道啊，我。刚才我要是不用 E， 是不是能杀？感觉刚才不用E应该能杀。 大鳄鱼呀，真猥琐呀！
秒掉，开塔。我操！我人没了啊！我人没了！哎呦我天哪，这啥虚狙啊？啥玩意儿弄啊？我觉得岩雀有点克我，我 E 了，哎，他就我就起飞了，你知道吧？我 E 了，他那玩意儿就扎我。02003250011114，这中单蓝枪也不行啊，感觉不咋地。放烟雾弹，真是不咋地。来沙巴德，这都没死啊！哎呦，12滴血，他是升级了，好像刚才这个岩雀，我看一眼啊，啊，他升级了，我死了，他升级了。没白送可以。可以 ，nice。蓝枪，这样吧，蓝枪先收中，我们回上路。这把、啊、要玩别的，确实是赢不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把要玩赢别的呀，我感觉这把就没了。还好啊，我拿出了一只猴，还好我拿出了一只猴。为什么遇不到啊？哎呀，讨厌！完了，这几把死的，这回家啥也出不了，真是操了！这岩雀这么讨厌的。赶紧来个皮孩，省着跑的有点慢。人家毕竟也是5-0的，行。我先收个鸡，收。不行，这等级太低了，这等级都没这鳄鱼高现在。收波兵，先升到10，然后等一波大招往下路一走，打一波团战，游戏结束。可以出杀人书，你配吗，兄弟？我操，他敢出杀人书！小心点后面。右边可能有人，啊，来得好！几个人啊？谁死了？小黄毛死了呀！
哎，我其实有点纳闷，这个鳄鱼为什么等级会比我高啊？不应该呀，他怎么会等级说比我高呢？先回家抽装备。我前期的优势其实挺大的，你怕啥？天哪，你是应该害怕点，你这就死了，兄弟。这就别上了，算了吧。加血，蓝枪甩一个大巴德是不是死了？怎么回事呢？来个魔坑，太棒了！哎呀，这把反正有点难啊，队友可不咋地呀。都是法伤还出布甲鞋，那不是前期出个小布甲吗？而且他们家没啥控制，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控制，要控制多还行。巴德他也不属于稳定控，这也不属于稳定控，这吸血鬼连控都没有，岩雀也没有控，这整个也没啥用。没事，慢慢打啊，不急，一切慢慢来。这 ADC 是行啊，这我这人儿怎么突然之间没了一下？这波杀了两个还可以，他们家的下路其实是个小突破口啊。俺们家蓝枪其实是个小突破口啊。连个鳄鱼你自己都打不过，记得杀岩雀。抠死可以，这波不去了啊，我回上路收兵了。想办法把这岩雀的这个杀音书给它搞掉。应该没啥太大的问题吧，有点害怕呀，算了吧，这就别上了，容易死。但 AD 确实是没闪现。我不知道那岩雀在没在旁边，你知道吗？他没在旁边的 AD 其实可以杀。
为什么岩雀来的这么快呀、啊？刚我还看他搁下路呢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给这 AD 换了好了。其实我能杀他。不过好消息是鳄鱼值钱了。哇 ，nice 兄弟 ，nice 这口加血 ，nice 啊 ，nice 啊 ，nice， 去下路收兵。这要我一个人打这把，肯定够呛了，费点劲。哟 ，nice 啊！1400，上吧，其实我都不想放大，我觉得杀的放大都浪费。真有点浪费。我要是以前没改版的猴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刚才有这么大优势啊，就是763，我都可以保证这把可以赢。但是现在的猴吧，他想进到后排会有点费劲，秒人秒不了。我现在要是幽梦木印，这岩雀一秒就没，就只要一秒。拿龙可以，拜拜，干啥呢？哎呦我操，这吸血鬼啊，这么猛吗？吸血鬼，没吸上来。哎呀，让他先打了我半关。啊！闪现。龙拿们拿下来吧，龙拿下来这波就不亏，兄弟们。抠啥呢，老弟？还得去下路收兵啊，不
葫芦插个眼儿可以。这小绿人好像是个妹子，叫野山雀。我个人感觉你们打大龙可能有点嚣张。1000块这波不亏，好吧，拿个1000加条大龙可以接受。哎呀，2800我们有点无敌了。这龙抢的好啊，可以啊。可以，推。2800差点钱。这 ADC 咋不回家呢？ADC 不回家是想送我双 buff 啊？可以 ADC。ADC 的双 buff 非常的香啊！游戏结束。